那在侗族那边，如果男孩子不会唱歌的话，是娶不到老婆的。娶不到老婆。对，是的。是的。但如果唱得好的话，就会桃花运不断。是的，得到女孩子的芳心。那我觉得这里就非常有趣了。你看，我们才子团里面有几位号称就唱歌唱得很好的，不如就来试一下，看看谁唱得更好。小哥哥们加油哦！小哥哥加油，加油！我们首先请键盘老师啊，将一句歌词它的那个逐渐升调，然后呢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，成为真正的这个高音才子，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女孩子的定情信物。哇！首先来听听看，你们要唱的是哪一句歌词？就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然后对你爱爱爱不完，对你爱爱爱不完。韩哥，要不自己先？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打个样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来，丁真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对你爱爱不完。哇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这个是真激动啊！这个激动，太激动了。这么想要定情信物吗？对你，对，对你爱爱不完。对不起，我跑调。哎，怎么还带着哭腔呢？这个，对你爱爱。这个在我们村子可以到什么级别？光棍，打光棍，打光棍。老师，我刚给你送花了，不可以这么说。没有用，送花没有用。光棍10年以上。